到了，对啊。等一下啊，对，反正就是，比如说，我就是说，我来说，大家来设计，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其实还是说到底，像这种在这个框框这里啊，就在这个聊天框这边去看具体那个。怎么选，怎么设计，还是有一个弊端，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还是我在选，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是科幻还是奇幻，男的还是女的，法师还是战士，就是让大家去自己选择嘛，我要画什么东西。然后今天我想试试看，就是从这个聊天框里面，你们打字，然后我数三二一，然后直接像这样框住那个。5到6个关键词，然后用这个几个关键词来创作一张画。然后我想试一下这样子，比如说奇幻机械，然后朋克金属男，什么那个一个暗黑，或者是说魔鬼，或者是说那个什么，或者是什么场景啊？对对，类似于这种。然后你们刷，然后我数三二一，然后框出来，然后就把那框的那几个，或者我截图吧，用那个截图软件，三二一我截个图，画面里面看到什么，我就把那个关键词拿出来，我就用这个关键词去网络上面进行搜索，然后搜到的那个，然后从就反正就主要以这个几个关键词来进行创作，这样子会比较有意思一点。反正跟之前不太一样嘛，就是。我如果从头这样子画到尾的话，跟之前做的也没什么区别，所以我想试试看。那现在差不多开始哈，我数三二一，然后开始截屏。我现在背后还有很多人在那边看着啊。反正我这个电脑是没有双屏的，就是我现在做什么东西，你们全部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不小心不要按到 Power 键，这个截图键是哪一个？这对，这个是声音吧？好。声音。然后准备开始，三二一，我看一下截到什么。哥特，哎，这个没截好，再来一次。那个广告暂时不要刷，我那个截大家的那个字，三二一，行，可以，这次应该可以。黄光镜，我靠！我去呀、啊！我靠，这个你让我好吧，好吧，行，我想办法，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啊！我有办法，我有办法。兽人女剑士，兽人骨头，都美，还有都美，我靠！王冠军的场景，我想想啊，那先让我冷静一下，我想想一下怎么办。首先是个女性都美吗？女性一个女性的那个兽人，一个女兽人剑士，然后那个拿着黄色的光剑，然后在一个场景后面，然后地上是骨头和冰，可以了，就这样。然后接下来我要开始找一些参考图啊，接下来我要开始找一些参考图。你们真是哎。你们太强了，搜一下女战士吧，找个女战士参考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自己想象。等一下，哎，没往上。你等，好不好？就是那个，因为。你这个快到5000人了，因为到了5000人你就讲不了，他们就进不来了。你先退出5分钟，找素材，然后我帮你把这个账号冲到8000去。这样，那好，那你要你先找主素主材，我主现主在马上冲。啊，那就让主持人跟他们大家讲，对，就到先了聊主聊持天。人上来的时候嘛。你们刷屏太快，我不知道你们要说什么。就一个个他来，一可能个个要来去。啊！
完全看不清楚你们在刷什么。耽美其实不是你耽美太宽泛了吧？耽美不是太宽泛了，见娘也很宽泛 不要在公屏上刷东西啊，刷东西的话会给你禁言的。就是马上我们要升到5000人，就是在5000人的这个情况下，如果你刷东西的话，会很多人会卡。所以，这个考虑到自己，还要考虑到大家，希望大家这个，就有些想刷屏的人就不要刷屏。其实你们可以这样啊，我跟你说，刷屏的这些人啊，你们可以这个等我们 B 站上的视频上传了以后，你们可以拼命的去这个买高级会员嘛，然后过来刷那些特别炫的，什么弹幕啊，对吧？哎，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嘉哥他能截到刚才那些这个三观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词组已经很不错了。就越往下看，越觉得你们这些发的这些东西有点小小的奇怪啊。不过我挺喜欢的，这个能畅想未来，对吧？畅想啊，现在嘉哥先百度资源，然后这个账号的话，同时也是升级到8000人的账号。所以大家再等一下哦，现在还差40个人，咱们频道就满5000了。大家这个听课的心态好一点，因为过来是听课的嘛。这个干大神他是怎么创作的？看他跟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然后自卑一下下，然后又去努力的去画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状态。就说5000人的话，到了5000人，暂时不是，已经5022个，25个了，可能是升级成功了。听不见我的声音吗？过来听我声音的，我已经知道你的这个心意了，但是不要在公屏上刷。你再刷我就禁你言喽。那现在不能提问啊，因为这个嘉哥他没有点上课。然后提问栏是在讨论组的旁边，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屏的旁边，所以大家先耐心等待一下，这个叫什么？前奏有点长。果断的保质保量，这个不是同步的，小伙伴，B 站的那个不是同步的，就是要等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结束了以后会上传到 B 站，我好像不能进这个手，不能进你们的速度吧？好像不能进你们的速度，主要是我不太清楚这个。来了来了。我现在正在找参考，然后，找了一些，这个就给它缩小，这个方式也是，找了一些兽人的参考图，然后那个，都美的话是不是要两个那个？有场景，有骨头和冰，然后有冬美，然后我想一想啊，兽，冬美这个比较难，其他的都还好一些，没画过冬美的。冬美是不是男的跟男的？
还是女的跟应女该，的也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就是都可以，就是同性同，那个就是同性的意思。好的，我想一想看那个画面。啊，我的天呐，两个女的。我不是总觉得他们想让你画的是两个男的。但是这里是女剑士啊，没有讲那个男性的，所以我还是尽量以这个为主吧。想一下这个要怎么构图，有点难度。想一些动作，拥抱。玩我好慢。靠，我这个会不会融化人会被禁掉？我靠！哎，算了，不要说了，想想。图吧。受人做一下参考。哎，你这个图片观看器只能看一个东西吗？我这图片观看器。
现在想办法画一个女的，抱着另外一个女的。先把那个，因为这个还是有点难度，就是即兴的这种，所以我先把黑白的关系给它处理好。笔有点重，我把那个压感调低一点。顶光的话会。我会比较容易表现一点啊，因为也可以其他光啊，但是顶光画的比较顺，我就今天就先画顶光，因为有要考虑的东西稍微多了点。背靠背怎么样？不要这样侧着你们，两个背靠背。想想怎么把这把剑给它加进去。一个抬头，一个低头的。其实我可以，一个是主要的背对背，然后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这样因为一半对一半的话，这样子画面会有点被分开了，所以一个是主要的角色，一个是次要的角色，次要角色就背对。主要角色就正对我们一点。这样，整体差不多，整体调子差不多，先定成这个样，到时候能更好的话，我再改一下。我先把导航器拿出来。
在哪里？这个，就这个小图也是很重要，就是要时刻回去观察，看看这个能不能看。然后接下来就大概的开始画一些素描的效果。至于骨头和冰的话，我想一想啊。骨头冰怎么加进去呢？加在跟背景合在一起吧，跟背景合在一起吧。整个场景这个有点像在冰窖里面，然后有一些骨头化石，然后在这个冰窖的里面隐隐约约出现，然后两个兽人女剑士是吧，互相爱的对方，差不多应该是这个调调。先不上色好了，先把那个，先把这个画细一点。现在这个套路就跟我之前画的那个兽人视频那个没什么两样。不过，既然是女兽人，其实我不太，个人真不太喜欢那个魔兽世界里面那个女兽人，她真的是太，虽然说要有特色，但是她那个真的是太那个了，所以我还是稍微给她画好看一点。什么东西？先弄个大型啊，一开始挺难看的，就我的画法就是那种像雕刻型的画法，就是从一堆块或者从一堆泥巴里面把它的那个形一点点给它雕出来。速度应该挺快的，调大一点。4200。加细的时候稍微放大一点。画眼睛，我最近就是比较喜欢玩那种圆圈型的画眼方法，就是用圈圈一点一点一点给它套出来，啊，这样子，然后再去修改它，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方法。
少人怎么怪怪的？紫色头发。兽人这个嘴大了又不好看，小了那个又不，那个女的又比较毁容，我看看给她戴个面具是吧？不行，这样子不行。兽人女的还是不要那么好看算了，就这样吧。纠结啊，我先画身体吧。骨质的面具是吧？骨质的面具确实不错。等一下啊，先把身体大概给它搞一下。骨质的面具我可以，或者口罩什么之类的。把领子画高一点，然后架住。
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兽人的身体的亮部和暗部的色彩，头发亮部和暗部的色彩基本上先分出来哈，还有这种像这红色的亮部、红色的暗部，先把它分为两块来处理，就亮部和暗部，这样便于那个理解。双手拿还是单手拿呢？一手拿盾好了。这样我可以偷懒少画一只手。像这么强的光，它肯定会照在那个反射在身上的。很多人在画这种光的时候啊，就侧光的时候，喜欢一圈这样画下来。我给大家一个意见，就是只有受光的地方才会画下来。就是比如说这个光是侧面过来的时候，你们就记得就左边发光就好了，上面它是不发光的，就这个顶上这里是没有亮的，所以就这边有亮。因为我看很多人就是看到这边有光，它就全部都发光了，但是只有受光的一面有光。这边他拿长枪吧，
后面这个我就让它进到冷光里面，比较冷的调子的光线上面，我让它进到那个其实这里还可以再来一个，好像不好。我先上个洗手间，然后那个反正大体已经定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加戏，我上个洗手间再回来。我感觉我现在耳朵不太好，以前能听到他们这个私密话啊什么之类的，刚才这个阮家在说话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没听清楚，老戴耳机啊。这个啊，我现在看到问题栏里头已经有41个问题了，然后待会儿的话是这个样子，因为刚才跟这个嘉哥交流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半个小时，然后提醒他一下，然后问一些问题，大概5-6分钟的样子，就是解决问题，包括问问题，总共就5-6分钟，然后半个小时一次，半个小时一次。但是我现在看这个情况，可能他想讲的东西会偏多一些，所以问问题的话，待会儿我看。如果说能集中说，如果说半个小时这个问问题这种情况，这个挤不出来的话，到时候会留时间让嘉哥自己来挑问题，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好像中途打断他说话或者是这个思考问题不太好，因为大家其实还是想看他这么一个作画的过程，包括自言自语的一个情况，对吧？还有就是这个你们说这个背景音乐啊，背景音乐刚才也跟大家交流过啊，这个就这一系列的背景音乐都是恩雅的音乐，然后嘉哥他喜欢画画的时候听他的歌，所以我尽量的放的小一些，不会影响到他说话的声音。然后这个屏蔽聊天窗口啊，屏蔽聊天窗口啊，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右边的那些他桌面上那些东西吗？还是什么？啊，那个我回来了。这个脸的话，我去找一个这个角度头像的参考会画得更快一点，毕竟是那个演示嘛，可能时间有限。找一个这个角度的参考就行。不是这个女的，找一下参考。这个就可以了，虽然光线不太一样。
我们不找那个太复杂的，比如这样时间也不够，就找个大概的就行。这个只能，你们这里只能打开单张图吗？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像这种高饱和的颜色，补色的时候用这种几点就点上去就可以了，不要太多，太多就过了。这个参考图也没什么用。
这里应该看不到黄光。给背景加一点颜色。叠一点那个颜色上去，就让它有一点冰的那种感觉。这个可能没办法表现非常的都美，只能说两个女战士互相那个帮助，然后那个那种克服困难。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个面罩给它设计一下，我接下来就找一个参考。
像冰块这种东西，它是属于不是百分百那个光线照在它上面的时候，并不是百分百阻挡的，它是会有一个透光的效果。当有透光效果的时候，它那个亮的地方跟那个暗的地方，它中间过渡的地方就会饱和度非常高。这可能太明显了，可能会有一些类似这种效果。冰块，很多透光的东西都是类似于这个原理。你这样就会觉得背景虽然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画，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一点点冰块的那种感觉，就在冰窖里面那种一点点，不是很明显。妖神笔，是场景真的很不错，这都是什么东西？这个笔刷倒还挺不错的，用来画一些楼的东西。
稍微压面具啊，这个面具我画不好，然后我又不是很想画女兽人的脸，我就想个办法，看看有没有比较酷的面具，找来做一个参考，借鉴一下。日本武士那个面具怎么样？他那个好像可以遮的多一点，我看一下。好像也不太好的样子。每次画画的时候都会有一两个点把我难住，我记得上次画一个那个就是拿枪的那个戴猫耳的那个女孩的时候，没有基地的那个，就是在枪上面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搞不定，所以第二天好好搜索资料，然后做了一下工作以后，然后最后就没问题了。所以这个面具的估计还是要。我不想挡住鼻子，因为挡住鼻子就一点都不像瘦了。实在不行，我就再纠结一下。怎么流量变这么少？哎，我记得魔兽 T1 那个战士好像就是戴面具的。就是对，就是力量套装。我看一下，参考一下。对，就是这个。我试试看。这不能多窗口打开，我就把它以网页的形式打开。试一试看。
不行，他这个脸罩下面他必须接着这个身体的盔甲，要不然的话他这个就很奇怪。啊，不行，这个想法不行。看一看啊，我想想办法。兽人女的怎么？这个他已经，这个已经跟原著差很多了。哎呀，我的天哪！其实好像还行吧，就。这个倒还不错，看不见脸。星球崛起。银河护卫队。要不然我就画一个稍微好看点的女的，硬说她是兽人嘛，或者鼻子画高一点。
银河护卫队女主角的。我搜一下银河护卫队女主角。画个女的，把她脸涂绿，其实就可以。然后把鼻孔画翘一点。作为一个好一点的参考。速度有点慢。这什么东西？
太嫩了一点。太嫩了也不行啊，太嫩那个很诡异。想一想，我想想看怎么办。可能脸颊还是要往里面收一点，消瘦一点。那个《银河护卫队》那个女主角就有点瘦瘦瘦的，颧骨比较明显一点。对对对，瘦了嘛，颧骨还好明显。对，那个叫什么？安吉丽娜·朱莉那个。颜色点不掉了，不要死机啊，存一下。输入法，点这里跟点那里。你一过来还是点不了，颜色点不了啦。调那个摄像头，出现两个人，这个是点两个人，我们没卡。我把 Photoshop 重启一下啊。我那个，反正就重启一下，等它那个启动啊，大家等一下。